告诉我，今天海是什么颜色？海是什么颜色？可能是黄色吧。因为大家都在里面尿尿吧？喂，有可能。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地球人都在海尿尿，应该真的会变黄。好，好恶哦！不敢想象海是黄色的话，真的没办法想象。黄河，君不见黄河之水上，水天上来。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哇，好有文艺气质哦，哇哇，一只狗可以讲出这种话，真的是厉害厉害，给你拍拍手。木木都没办法，连阿丽都没办法讲出这种话。我清朝的狗，哦，好想知道以前清朝的时候怎么养一只狗啊。阿彪，妈妈说满了。